到了，大家都已经找到工作在赚钱了，我也去找个打工来赚钱好了。有没有那种钱多多，然后又很轻松的工作呢？哎，可是好工作有这么好找吗？公司业务助理、信件包裹代收人员，无经验可，时间自由又高时薪，哇！我要赶快加入蛋先生的 LINE， 争取这个好工作。明天就可以面试了耶，我要赶快去准备。你好，我是来应征暑期打工的。来，这边坐，这边坐，不要紧张，这边坐，这边坐。来，光伟。刚刚去发传单啊，干什么东西？是的，是的，老板，这是今天你的。好，放着就好，放着就好，拿去。来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这工作很简单的哦，你这些卡片你帮我保管，这些卡片你帮我保管，你一天只要帮我跑几个地方领几个钱，领拿几个包裹回来公司，这样就好了，非常简单啊。哇，至于薪水的部分，我每跑一趟我就给你3000到5000，怎样？不错吧？哇，太好了！可以的话，这边合约帮我签名。你银行账户跟你的双证加给我哦，我们公司要做资金流通用的，你不用紧张，好不好？明天开始等我的 LINE 通知上班啊！好，谢谢老板。记得今天是要用这一张。想到明天就要领薪水，这个工作真是太幸福了。现在涉嫌诈欺罪嫌，我要依法将你逮捕。完了，BBQ 了，真的 BBQ 了，真的完蛋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变这样？真的 BBQ 了 ，BBQ 了，真的 BBQ 了 ，BBQ 了，真的完蛋了，真的完蛋了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BBQ 了。真的 BBQ 了 ，BBQ 了。